杂技吗？我记得你哦，我会杂技，真的，杂技，我会反手套头，你们要不要尝试一下啊？可以啊，可以啊，可能一生只能尝试那么一次，我就算了，我这个胳膊，那我先看一眼，看一下，我。我们这个西装可能不太方便，就是肩膀这边有点紧。你们没有一个计算符号、啊？没有一个计算符号。我们这个队要被拆散了，凑不出来。看来只有我能撑到最后了。我都不看你们的，就这么有志气，我都不看，我都不举报，对不对？咱举报那干啥呀？是不是？哥就这么有志气，就这么有刚，就找自己的，让别人说去吧。我们没有符号，没有符号，我基本上就输了。哎，没有符号啊？我们有哎，我们好多符号啊，我们陈简都有呢。哟，我们还有括号呢。哎呦，还有括号啊！这个游戏真的，这游戏不公平啊！这游戏不公平啊！不公平啊！厉害、啊！我要看看凯哥拿了几个。败给了英文不好。我们现在这个地方是奇幻谷中的月季园，每年的4到11月，各式各样的月季花都会在这里争相盛开。那我就想知道这个跟月季有什么关系？这也是美丽的月季花吗？小竹笋是月季花的孩子。小竹笋，刚刚还在回张口就来啊！你听听是一个品种吗？同样，这一项队伍当中排名2、3的队伍将面临拆队的风险，请来领取任务卡。去吧，队长。我不了，我不了，那个陈哥去。对，没人去，没人去，都没有人拿了，你自己你不想想啊，长点心嘛。康乃馨的花语是祝福和感恩，雏菊的花语是纯洁和和平，薰衣草的花语是，上次那个题目，薰衣草的花语，薰衣草的花语是什么呀？那个什么来着？暗恋不是。嗯，不眠，等待爱情。哦，这是我们答过的题目，输的都不冤。我们沙哥好。嗯，我想说，现在有首歌送给你。别忘了，是我们接收。不，我的意思就是，一定是特别的缘分，才可以一路走来变成好好唱一堆人。必须得给我唱感冒了，好好唱，就这个。你说怎么就这么巧？不，我要，我现在要流出泪才行。我闭着眼睛听，好好唱，好好唱。爱就像蓝天白云，就听那个，换歌不行。太难了。一定是特别的缘分，才可以一路走来变成一堆人。如果你睡不着，记得听周深的歌哟。你试过明天吗？试过一次。现在应该没那么夸张。没有，因为他们没有以前那么。现在老了。不是我说的啊，各位。对，成熟了。大家试一下，我是躺着。就是。来，给你试，给你试，给你过个瘾了。白鹿 out， 还限定皮肤呢。这个我要拿回去。你们组也太厉害了，你们 James 也很厉害。我是贝斯，被谁念的？你吗？啊，是你吗？是，我只念了2个人的名字，其中有一个就是你。但我觉得大丽花大家应该反应不过来。当时在2楼，然后对你们在三楼，然后我们看那个玻璃，然后但我觉得我捂得很严啊，没捂住吗？后背没捂住，对，我还一直这个姿势没捂住。笑死，没事，一个对了。哇、wow, 黑色的呀、yeah. 这个节目好玩，还蛮好玩。 Everyone seems nice， 我很喜欢， I like 李昌。
Richard， 我喜欢他。He will take care of all of us。他有这个照顾的感觉，但是平时我是比较 nerdy， 所以就帅帅。It's really hard for me. And you know me, I'm just kind of like... 接地气。接地气听不懂是什么。接地气 means down to earth. I guess so. Yeah, that's me all the time. But the 帅帅 like... Yeah, like... I get tired after maybe like two takes.